拆一袋虾桂，这个已经剩最后一层袋子了。正常虾桂，封三层。来，这一袋是一斤装的。这些数一下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，这一袋是九个。这两天虾桂个头可以啊，正常的话这一袋就是在七到十一个之间。这个肚子挺好的，这个挺大的，看这样的就稍小点，现在都有肚子，肚子里都有肉，然后就像这样凉了之后，它是肚子就会这样憋一些，但是里面都是有肉的，一半是肉一半是黄。拍个封面，这地方是肉，然后这样的地方是黄。